明星，喂，我怎么感觉好冷哦？我们要欢迎的这位来宾是谁嘞？请进场。飘呀飘 ，Hello， 你好。看到飘飘本人真的有股寒气耶，刚好有一股冷风吹过去的感觉，就是自体。难怪你要戴围巾。对啊，头超冷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又很期待？有啊，因为我超习惯飘飘这个角色。那在新一季，你跟蓝宝会不会有那个更进一步的发展？秘密，感觉怎么没有害羞的感觉？那现在在开始拍新的一季里面啊，那你有没有看到跟，就是说跟谁对戏，就感觉特别怀念那个感觉？跟谁对戏？艾瑞克吧。艾瑞克。对啊。该不会新一季蓝宝的情敌就是艾瑞克会长？所以乌克娜娜的情敌是你，有这么错综复杂吗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？那所以你在拍这个新的一季的时候啊，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平常自己带的一些私人小物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或一些有趣的事情？私人小物就是这一大堆零食啊，超乱的，超好，我要承认有一半是我带来的，其实根本就没有我带的，都是我吃别人的。我们两个是零食大王，你上次有带了一堆那个零食，对，我都带很多橘子、水果什么的。因为每次要拍很久，我们刚刚拍一整天，一坐下来就开始零食这样，啥啥啥啥啥，全部倒出来，还有茶，还有枕头。哦，全部都有。还有这么大杯的水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营养品。营养品哇，飘飘身体不好，然后补充营养品。对。好，那重点是今天你是不是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？就是要送给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粉丝团的。我要送大家这条。真的假的吗？围巾。你要送你自己身上的东西？对啊。好，那我相信应该很多票票粉丝都很想得到这个围巾，等一下就来看一下题目是什么咯。哇，有。